哎，可以。哎，hello 你 hello 好。hello，我要坐着，我可以坐这。可以，坐，现在坐。你好白哦。凯琪姐可能比较像我理想当中的最佳拍档，个人的风格，我觉得还蛮吸引我的。你是入行几年？三年。嗯，那你入行之前是干什么的？唱跳。唱拿了一个红卡是吧？入行之前是唱跳。不，入行之前是上学。上学。甩了。本来昨天以为就不一定会有人选我嘛，就是也没想到。我觉得应该选你的人很多啊，你怎么会这么想？那么优秀，有魅力，还这么帅气，好温暖。等一下，还有人要来。谁呀？还有凯琪姐。哦，是吗？对。就是我和凯琪姐姐都选了你。你们两个一人一个座位，魅力太大。我就觉得我们很特别的缘分，因为哦 ，Hello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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好，请坐，谢谢，请坐。哎，谢谢。所以你是打算放什么给我们看？准备好的电影是《爱在黎明破晓前》，那个好浪漫啊。就是讲他们24小时遇见对方这样的一个故事，就很淡。邂逅。对。看呗。我还准备了棉花糖机。我做的和别人不太一样。我估计你这个可能转5分钟咱也起不来那个大的，只能就特时尚。我没见过柯宇笑得那么开心过。凯琪姐，嗨，开始。就对视，弟弟心跳越来越快了。不过柯宇的耳朵真的红了。耳朵红了。那是可以的，要越来越快了。害羞了。我们手这样子，但不用碰。哦。OK。Why do birds suddenly appear every time you are near, just like me?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。 凯琪赢了这一轮。哎呀，就可以选一个女生出来。凯琪姐。嗨，不知道干嘛，怎么办？其实这个也是一个训练，你得让对方很快找到的能够爱上你的那种心动的感觉。来吧，开始。就对视，弟弟心跳越来越快了。不过柯宇的耳朵真的红了。耳朵红了，那是可以的，要越来越快了。害羞了。我们手这样子，但不用碰。
啊。嗯 ，OK。Why do birds suddenly appear every time you are near? Just like me, 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. Oh! 凯奇赢了这一轮。哎呀。